动员同时的时候，裁判的代表。欢迎大家来到丰台集团训练社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男女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一阶段双败96-485-12组第二场，1-8组第三场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张欣欣，运动员赵启明。阿布拉江，二号台裁判员尹豪，运动员朱晨、范成，三号台裁判员杜鹏宇，运动员文珍、刘凡，四号台裁判员何秀红。运动员王玉鹏、樊老头，五号台裁判员刘法恒，运动员赵雨纯、陆瑶，六号台裁判员傅中轩，运动员徐天伟、秦国新，七号台陈超强，运动员田峰、陈露，八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刘毅奇、李毅南，九号台裁判员王丹，运动员包志超、陈大卫。十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苏宁日、张欢欢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李宁、卢龙冲海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张美璇，运动员刁伟。戴尔丹，十三号台裁判员林宇恒，运动员龚晨氏、于思雨，十四号台裁判员张。
张建国，运动员陈志毅、刘正杰。15号台裁判员韩新瑞，运动员陈海成、刘坤。TV 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记录裁判员秦一、苏健，运动员朱世祥、周群祥。现在比赛开始，会到场的选手按计时。